台北市正式启用 U-Sport 台北乐运动的计划，市民下载专属的 APP 就能透过运动赚点数，更有总价高达200万元的抽奖，让台北的市民动越多赚越多，期盼养成规律运动的好习惯。台北市民动越多赚越多，为提升市民运动人口，台北市体育局去年9月试办 U Sport 台北乐运动计划，受到市民不错的回响。今年推出全新正式升级版，民众透过运动可以赚取 U 币，新版 U 币也扩大适用范围，可用于折抵场馆入场费或购买各式运动课程等。盼透过运动计划，让台北市规律运动人口比例突破 40%。不仅满足市民各项运动需求，也能让民众尝试新运动的可能性。我们把去年3个月我们来自各界的反馈意见，我们把它做了一个汇总，所以在这一次我们全面的检讨以后，全新的 U Sport 台北乐运动提出而且升级，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台北市规律运动的人口比例能够达到40%。不同于测试版仅能在市区12座运动中心使用，正式版特别新增蜗菌、健身工厂等民营运动业者合作，共超过150家公民营场馆均有参加。此外，还有限量40000份的1500元运动抵用金免费领。蒋万安表示，去年9月试办3个月，已超过20000人申请，希望大家能够持续享受运动。透过运动计划，运动越多赚越多，大家不仅能赚到可以使用的 U 币，更重要是赚到自己的健康。重点是，我们这一次希望，让市民朋友更方便、简单易懂的方式来使用我们的 U Sport， 同时未来我们也会转换成 U 卡点数，U 卡你就可以搭乘捷运使用 U Bike。去消费都可以，所以真的是动越多赚越多。最后，体育局说明，本次配合正式上线，推出总价值高达200万元的抽奖活动，只要运动次数达标，就有机会抽到电动机车、运动相机等。欢迎市民赶紧把握各项加码及点赚好康优惠。记者薛峰台北采访报道。